各位贵宾，各位小姐，各位先生，咱即个开始来进行咱即场的讨论会。旧金山合约签订的时间是六十当前，六十当前的代志应该是较久的代志啊。啊，谁啊？到今仔日咱来讨论一下，主要有足大的两个原因。第一原因，因为国民党嘅教育内底，拢是讲开路选择。伊我会反知影旧金山合约即签订的问题，所以探讨旧金山合约，咱会当清楚来了解台湾伫旧金山合约时，到底日本和伊别个国家签订战争结束的条约时，台湾的地位，伊是台湾的归属。所以，竞争人1952年的台北合约，确定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的合约内底，台湾地位是安怎？虽然了解台湾地位，咱就应该了解旧金山合约这内容。第二，上重要原因，是因为到底中华民国是啥物国家？中华民国政府是啥物种的政府？啊，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啥物？如果咱袂当了解旧金山合约时，咱可能袂当了解讲到底中华民国和台湾是啥物关系？啊，中华民国是台湾，这政府是啥物种政府？啊，啥物种国家？所以这两点的原因，到十年后的今日，咱啊就有价值来探讨这个重要的问题。台湾国家人民伫7月、8月连续伫台中、宜兰、高雄办过三场，今日伫台北市议会是办第四场，所以看很多人参加，今仔都洪台天第一阵啊，啊在服务中来参与这边的讨论会，台湾国家人民是相当的感觉多谢，所以咱就开始。来举办今天的讨论会，我先来介绍今天来参与这讨论会的前辈以及专家。我的郑秀平、姚嘉文院长，伊是目前台湾国家人民的总统，伊也写过一本册《条约》，条约集啊，条约的一本册，甲左右台湾命运的。马关条约，以及这个旧金山合约、台北合约，等等，拢写在内底啦。长期来探讨台湾的命运问题。我系杜秀平，林桥董事长。伊是日本坚持台湾作为国家独立建国的运动，但台湾了，伊也受伤啦。长期来推向台湾。变成是国家，台湾作为新兴国家是安怎行的路？台湾法律地位、台湾的历史上问题、台湾独立建国的时应该行什么脚步和什么策略？我想伊写些啥东西。咱伫外口拢会当看过，伫外口咱只可能会外场内底外场来拢有袂伊的册。我想边个郑秀平陈医生教授，伊。长期来对台湾近代史、现代史研究足深，伊对日本、对美国档案，伊为了探讨台湾地位，伊也去美国档案内底、档案局内底找资料过。所以头拄啊，今日来，伊发表内底有相当新的资料，伊也看过外交部边边资料。我杜秀平、陈文莲教授，伊即款近代历史所的教授，伊是专门去研究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伊也去过美国档案局查过，到底美国迄当时安怎来指派陈仪、指派蒋介石来派陈仪来台湾接收，以及台湾伫即个旧金山合约和即个蒋介石集团和关税联络国等等的档案，伊也写出一个这方面论文来表示讲台湾外交的关系是安怎。虽然今仔四位呢，也当拢是这方面。就有研究，啊，长期来关心这个问题，关心台湾前途的专业，以及目前会当讲上顶头上面的问题。
算开始，咱先邀请姚嘉文院长来先讲话。啊，这是办第四场啦，啊，来就九月七日的游行啊。啊，先办四场，就是我来总结哦，来有三点的原因哦。第一点原因就是讲历史袂使避免啦。咱台湾人特别烦讲哦，咱是建国的民族哦，一时啊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发生代志，一时也袂记啊。啊，所以特别互通底下来骗你，所以咱会记历史，咱会记六十当前。规项合约签订的迄当时历史，咱可能会了解内容啥物。唔难讲，规项合约啦，比如代表在座各些拢讲过吼，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安怎来接收台湾？哎，1949年国民党政政权安怎流亡台湾？啊，袂讲后来伫台湾所施行的一个白色恐怖等等遮问题吼。啊，第二，台湾特别有国际公关来左右来操弄者。地区嘛，啊，所以台湾人应该了解讲，台湾生存和国际局势有关系。虽然旧金山合约伫迄当时国际公关之下来签订，但是台湾爱了解一点的是，咱未来面对中国，中国可能内部的台湾，啊，面对日本，面对当然啊，面对美国时，咱怎讲，安怎运用国际的局势来生存落来发展落来，所以。咱唔呐关心台湾呐，咱了解世界改变，固然最重要。第三位，因为咱有这两个基础的时，咱就会了解讲中华民国开始怎么样。中华民国是安怎统治台湾？无是讲蒋介石，或者马英九是安怎来操弄台湾的一切？所以就是重视这问题，咱来了解讲中华民国开始如何来拍倒的时，咱可能生存相当困难。所以咱已经面对讲最后一个问题啦，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正名制宪咯，一定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吼，啊，制定一个新的法来公道决定台湾前途，应该要出地步啊。啊，如果咱无继续行的是，咱的民主袂当确保，咱未来发展可能随时拢足惊呀，是毋中国是台湾，是毋是会有国民党政权来咱台湾出兵？这第三方面，如果根据这三项。安怎达成呢？应该家己爱足有自信啦。台湾人足侪优秀人才，早期我到即马相共，伫海外足侪人主张台湾爱做一个国家。伫国内相共，伫二十当前以前以来，是足侪人拢主张台湾爱建立国家。所以爱有自信，做一个国家的主人，爱有自信，敢会当封闭家己，保护家己，安是才有可能达成的。啊无靠别人。拢是无安心的所在啦，啊靠家己来啦，啊所以到最后的阶段，虽然艰难，虽然感觉讲卖酒拢伫互咱做反弹做惊吓，啊但是最后阶段只要咱冲过去，可能台湾这个国家这个时间愈来愈接近，所以2022年选举足重要，大家应该去选有人，哦民进党会当再回提个政权。但提到政权，咱也毋通算放心啦。讲台湾要独立吧，咱看过去历史的时，独立无遐简单啦。啊，所以提到政权了，这个国家咱也需要继续拍拼。九月七日的游行，去表示咱的一个意志。啊，台湾教学会就讲10月22、23啊举办研讨会，因为今年都国民党合约69年，国民党政权蒋介石代表，可能光是联合国都40年，1970年。动员台湾时期，终止都40年，1991年，啊，虽然台湾文化协会伫1921年成立90周年，所以今年足侪关键的运动、关键的主张，拢是即个20当前、40当前、60当前、90当前所发现的。所以台湾教学会用两节时间来办研讨会来探讨这个，啊，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伫10月22、10月23会当继续。来参加研究，来互相来讨论的。啊，今仔日虽然落雨、落风、风足大，去外口拢落雨，不一定啊，咱个结束啊，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未来愈来愈好啊！希望从我们之中，嗯，咱有咱个希望，咱个希望，多谢各位，多谢。好，咱多谢台顶部教授吼，非常感谢大家捧我来。
九月初时游行的时阵希望大家穿这件衫吼，外口有一件衫，拄啊陈教授咧讲，迄个雨条的图吼，就是台湾国家人民的前身，就哦台湾大人民伊呢吼，办公厅阁有闹希望的人来办公厅，青岛三路七号二楼，摕迄个 passport 的外套吼，多谢。